大家好，我是小劳。因为之前呢，我那个桉树呢已经卖掉了，今天过来看一下那些老板们砍树，总共呢就3000棵，3000棵呢就卖了12万，大概就平均一棵40块左右吧。现在呢要去看一下他们，因为这个路呢也不好走，砍起来呢运输也是蛮吃力的。